首先，中国作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，我们一贯严格、认真地执行安理会通过的各项决议。同时，我们也反对一国在安理会的框架之外对他国实施单边制裁。这一立场，我们的这一立场是一贯的，也是明确的。另外，据我了解，华为方面。 也已经就遵守有关法律的问题发表了声明。我并不掌握你说的具体的情况，但我想中方坚决反对并依法打击任何形式的黑客攻击。如果有关方面有相关的证据，可以向中方提供，我们的有关部门会依法的开展调查。 但我们坚决反对在网络安全上总是进行无端的指责。